情人節之後嗰日，我揾翻阿 Ben， 我哋發現大家都好中意對方。好彩阿 Ben 原諒咗我，而家終於可以好似以前咁過一啲幸福嘅生活啦。仲有啊，蕭星同 Dennis 都一齊咗啦。Jenny Huang、David Chan， 一眼瞬間。又算什么？这一次我们。